OK， 好，现在我们要学 pattern 4。OK， 好 ，pattern 4是怎样的？其实 pattern 4呢，它跟 pattern 3是差不多一样罢了，只不过你看 ，OK， 在哪里？在这边。OK， 好，这个 OK， 好，它是下叉叉叉上叉叉叉上。OK， 其实它是下上上下上，只不过那个下 OK 在这边，还有在这边 OK 啊，这两个下呢编去叉叉叉 OK。 好，什么是叉叉叉？叉叉叉就是切音 OK。 好，这个是切音，只不过你不能这样子做 OK， 因为你的 left hand 要按着 chord 的 OK， 所以你要用你的 right hand 当你扫的时候切那个音。好 OK， 要怎样切音？首先你要懂怎样扫先 OK。 所以先不能懂怎样扫，你扫一个 C chord OK 啊，这个是你扫下来。当你扫的时候，用你的指甲。如果你跟我讲你没有留指甲 ，OK， 不用紧，用你里面剩下有的指甲 ，OK。OK， 用你里面剩下有的指甲 ，OK。好，这个是你扫下来。好，要怎样切呢？听好，当你扫的时候 ，OK， 用你的手掌压着那个线，不要给他的声音跑出来，这个是我的方法。OK， 很多人有很多自己的方法，可能还是敲啦这样，我也不懂要怎样啦。OK， 把我的方法是这样子，看啊。OK， 好，所以你要怎样做这个敲呢？就好像这样子，当你烧下来的时候，你用你的手掌压那个线，不要给他的声音出来。OK， OK， 好，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做到这个声音先，你才可以继续。OK， 看这个 video 下去。好，如果你还没有做到的话，继续做。OK， 不要弄到你的手受伤。OK， 我再讲多一次，这个是扫。当你扫下来的时候，你记得要压线 ，OK， 好，你压线，它的声音就不会出来啊，它就变切音 ，OK， 好，当你念好了，你会切了，现在你就看它的 pattern，OK，、okay? 它的 pattern 是下切上上切上 ，OK， 好，我们再来多一次 ，Ready， one two， 它跟 pattern 它跟 pattern three 是一样的 ，OK， 只不过它把下变成切 ，OK， one。Two, three, go. 下切上上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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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如果你还做不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一直练习先。OK， 啊，你一定要能够 C chord A minor。OK， 好，如果你注意到的话，每一个 chord 我们用一 set pattern 4。OK， 好，现在我要每一个 chord 用两 set。OK， 它就变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就是 pattern 4啦。 OK， 我希望你可以学会 pattern 4。 OK， 然后就很好玩了。 OK， 你的歌就有很多就不会这样单调了啊。 OK 啊，因为呢我们可能上半段我们用 pattern 3， 下半段我们用 pattern 4啊。 OK， 把有些歌它从头到尾都用 pattern 4也是很好听。 OK， 所以看你要怎样去善用这些 pattern。 OK， 在歌曲那 OK， 那 OK 有没有手断了是吧？还是流血了？OK， 好，所以 pattern 4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教完了，今天我要教的东西